喂，是居委会吗？是的，有什么事呢？现在我们小区封了，我朋友在我家里，出不去了怎么办？那就在你家住呗，因为什么事？不行啊，是男的，孤男寡女的多不方便呀。再说了，如果我老公回来了怎么解释啊？现在小区封了，人员不进不出。真的不进不出吗？你们千万别让我老公进来啊。放心吧，你老公进不去。那也不行啊，我朋友他老婆找他怎么办？他有老婆了，嗯，这是有点棘手。是呀，领导，为了社会安宁，家庭和睦，你得帮帮忙想想办法呀。要不这样，你让他到楼下当义工，帮小区业主送菜、送水、扛煤气罐什么的。这样可以吗？可以的，让他到门卫领一份表格，填一下个人信息，就当几天义工吧。好的，太感谢领导了。哎，真的太吓人了，幸亏有居委会。居委会，奥利给。抖音。